所以我觉得大连很好吃，因为我当时拍那个戏的时候就狂吃，然后拍那个戏胖了10斤。我还挺喜欢就是北方的。我会想起带货吗？我带货会有人买吗？踢脚的那个视频啊，那双鞋就是一双纯裸色的鞋，然后上面那个黑色的丝带，我们就是现场找了一个黑色的布，然后剪开之后就绑在那个腿上，因为怕如果没有这个装饰的话就看起来像没有穿鞋，它就是一双裸色的那种细跟高跟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波波不是北方，对啊，我是南方人啊。我今天真的有点肿，昨天没睡好。直播带货卖啥不知道，我想卖点什么吃的什么的，真的有点肿，感觉今天眼睛有点睁不开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好好看，谢谢。然后我昨天接了一个睫毛，看到吗？感觉接的还行。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接睫毛，因为每天就是要夹，然后要刷睫毛，就有点麻烦，然后我就昨天接了一下。他直播从来不发，对，我都是想起来有空我就播一下这样。卖蘑菇嘛，行啊。